这个房子当时食堂，但是又是较大的课堂，好多人上课了，就是在这里上课，鼓励人直接上课。这是一段拍摄于22年前的影像，画面中的老人叫张达慈，是第一试验大队第一任政委。他所说的教导大队，就是我军第一个导弹培训机构炮兵教导大队。1957年12月，在靶场勘察选址、定点建设之前，相关的技术和人才准备工作就秘密在此进行。都按照出国的条件审查了3代才让到这个单位来的。我在沈阳炮院来的时候是通知，第一天通知，第二天准备，第三天到北京报道，干什么不知道，叫不准跟家属通信，不准离开。经过严格政治审查，来自全军各军兵种、科研院所、地方院校的专业技术人员秘密集结于此，接受导弹装备相关技术的学习训练。1959年3月，教导大队成立新三营，培训期满后改编为导弹试验基地第一试验部第一试验大队。这就是我国第一支导弹试验发射队伍。我们是一个智慧的那里边的大部分这个20几年培养第一届导弹试验员们。施存弼是第一试验大队第一任大队长，1958年7月从郑州炮校抽调到炮兵教导大队，成为第二期学员。这位16岁参军、曾给贺龙元帅当过警卫员的老兵这样说，对于导弹技术的学习与他的搭档政委张达慈有着同样的感受。第一课就参观上面，然后到了那个现场，一看到一个的导弹，那么老粗，那么老长，要问这什么玩意儿，也没人见过。大部分都很困难，因为他学习比较深啊。那学的都是你用的这些数学各方面都是比较深刻的，又像镜像的东西啊，那的确是他接受不了。有还有不如我的。像邱菊正他们原来那里那个，后来现在在山东的，他们文化更低一些，就在那里学习呢，就拼命的干啊，白天大家学啊，从头学啊。经过战斗锻炼，这部分老同志啊，文化程度很低，听课那很比较吃力，记忆也比较困难。这部分同志在北京住了3个月，没有逛过有什么故宫、颐和园这些名胜古迹，没有啊，到这个百货大楼啊去买东西，就是要买的东西，也就是父亲这样子，那是非常吃苦的。这个晚上啊，睡到床上，还得背啊，背这些原理，背公式，那。在手心上，在肚子上啊，那会画符号。白天晚上都学，既有在书面的学技术，又在现场看这个部件。他不是除了一个弹以外吧，还有各个系统的了，都在学这东西的。不学不行啊，不学掌握不了啊。尽管面临许多困难，但那种源自于骨髓里的民族自尊心和永不服输的精神，使学员们初步掌握了导弹发射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并以满分4分的成绩赢得了苏联专家赞誉。1959年10月，第一试验大队和基地驻京其他部队开始分批次进驻靶场。1960年2月，国防科委下达命令，决定于5月底至6月初在靶场进行苏制近程地底导弹发射试验，任务代号101。苏制 P2 导弹由世界上首次用于实战的导弹德国 V2 发展而来，主要采用液氧和酒精作为推进燃料进行发射。当年这种导弹在苏联已经被淘汰，但对于新中国导弹事业的拓荒者来说，仍然是史无前例的新鲜事物。所有人都满怀希望，准备大干一场。然而，
等待他们的却是一连串的麻烦。最后这个关键时间段了，专家提出来中国生产的这个液氧啊不合格，那个液氧含的杂质超标，因此你不能加注，你不能发射。我们生产的这个燃料呢，经过化验是全部合格的。后来呢，中苏就协商出来一个办法，就是改用了苏联生产的液氧。基地当时派人去了东北中苏口岸，准备接收苏联的液氧。当时领导就叫我去了，我们还跟着一个指导员，他带队，我技术上我负责，是这样，一共十个人。周长林和他的战友们在绥芬河火车站等了半个月，也没有见到液氧的影子。受种种原因影响，液氧厂发生不可抗拒的事故，无法提供液氧。现在没办法了，我们就在这不等了。后来基地说你们不要等了，等你们去吉林吧。六天后，装载着32吨国产液氧的专列从吉林出发了。然而，周长林他们又遇到题。液氧它是温度很低啊，它是-183，它就沸腾了。说这样的话呢，它不断在沸腾。在挥发，一天要蒸发1.6吨，这五天呢就8吨，这32吨到了极地路上就跑掉8吨了，但是根据我们观察不止8吨。原来钩子苏联的液氧槽车是重新喷漆后的旧槽车，其保温效果差，液氧蒸发量就大，蒸发量大就意味着不能满足发射任务所需液氧量。朱长林冒着危险通过调整气压后有效控制了液氧蒸发量，5天5夜长途跋涉，国产燃料终于抵达试验基地。然而意外再次发生了。办事有专家叫斯捷班诺，我问过他，我说咱这个化验是合格的，为什么不让用？他主要认为我们的油脂不合格，说你们这个是化工厂出来的，是化肥厂制造出来的，这个不合格。那个孙司令说什么管的什么厂呢，你只有质量合格就可以嘛，对不对？说这化验单都在这儿吧，对不对？都是指标都合格嘛。我们在那儿整操作全是按照他们的要求，那包括就是细到什么呀，你取样到几分钟或者取样深度取样容器用什么全都有规定。费尽周折从东北拉回来的液氧，除一部分用于训练外，其余全部倒入戈壁滩，原定的发射计划被迫终止，都白白的倒掉了，心疼啊！这都是财富啊，国家的财产，把它排在戈壁滩上之后，冻得那个小石头直跳，那小石头是这个，它温度相当低啊，外边戈壁滩外边很热啊，哎，这个这么冷的这个液体出来之后，小石头。都是跳，所以大家看着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尽管如此，有专家指导的日子还是很快就结束了。接踵而来的困境给导弹测试发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1960年8月，苏联专家结束援华工程，全部撤离发射场，导弹发射不得不暂时终止，许多正在建设的工程也没了头绪。没有了专家指导，一个个技术复杂、原理深奥的高科技设备散落在戈壁滩，对导弹发射还十分陌生的科技人员，一时无法熟练地操纵这些无比昂贵的宝贝。八月的戈壁本是骄阳似火的季节，人们内心却仿佛3-9严冬。然而就在这时，中国却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吃不饱啊，都有限量的啊，那都是有天晚上啊，起来以后啊，就摔在地上去了。一部分嘛，说是得了肝炎的腹中的。为什么我们到现在对沙子很感谢？那次沙子救命啊！
就把骆驼刺跟甘草叶子还有玉米棒玉米芯子整个粉碎以后就做了以后不是副总嘛吃了呀。那边不能玩了以后就打地有骆驼吃有点小时候家玩了以后那个面也好走走走那时候叫整两房蒸熟的好像这个牛不管了就弄着吃。对吃不着蔬菜就夜盲眼了一到晚上就看不见了。吃不饱肚子总觉得个。就饿到什么程度啊就用饭盒这可能你们听了吧就光着怪头蛇嘛。一共四两米放里边连着来看的一个都不能少四两锅挂的然后七碎把碎的关到怪头蛇关门。关门他可多吃一点实际上关门就是弄了弄了一样吃东西一样嘛都关门。然后就是一个盒米饭一盒米饭就拿顶上吃。张爱萍将军说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争气，要为祖国争光，要为毛主席争光。就无形中就变成一种工作上的动力和力量。我们把柴火烧也给烧。从一到十，从一到十二，你得给我背下来，这样你才能保证所有人的操作没有失误。我们能把那个电路通能背下来，硬是哪个节点到哪个节点，哪个路哪一路电路到哪，这个全部能背下来。从司令一直到士兵都组织起来啊，分门别类的学习业务。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涨。一的单位研究啊，提出来要打好三个桩啊，一个是作风桩，发扬解放军的艰苦奋斗作风；一个是政治思想桩，思想上能够坚持到底啊，以产为家，以苦为荣。这是口号，是以产为家，产地就是家。以苦为之为荣啊，死在国别山，葬在青山头。第三个是技术桩，技术掌握好，把这1059掌握好。以厂为家，以苦为荣，死。在原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主持下，苏制 P2 导弹在技术阵地完成全部测试工作，转运至发射阵地，正式加入由我国自己生产的液氧燃料，准备实施发射。7时42分，随着发射阵地主任吕成华下达点火口令，点火操纵手赖继从郑重一按，苏制 P2 导弹缓缓升空，向着预定目标飞去。高级很紧张，搞89.4，你说有点害怕，你从来没搞过吧？我也没经验，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心里啊也是扑通扑通的，没有把握。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燃料能不能解决问题？点了火以后，重新能飞起，就这个是什么样的？心里没有底，紧张的。谁也没见过怎么飞，这么大怎么让飞？这飞起来有没有危险呀？刚开始不知道它导弹起飞情况怎么样，后来还真是有点后怕。离弹是不太远，结果弹
喷火以后吹的那个，吹的那个热气，吹的那个石头啊，脸上都能感觉到。这是手上这都不怕，很多人靠得很近呐、啊，都坐那儿看，那是非常危险的，是不认识的，真是要出现什么事儿，一些人都糟糕了。飞了晴空以后呢，倒下来就讲起了命。哎呀，才八个家庭的，七有老大，正常八个老，八个大家庭是这么回事儿。中国的燃料，中国人民，在没有苏联的指导下，是不是？我们自己完成这个当然很大的功劳，就说明我们自己的话呢，没有苏联的指导，我们照样能打下去。那没，我们都成功。公元1960年9月10日，是一个值得共和国永远铭记的日子。